是吧？觉得挺好。我也是，我也是。那你刚才有没有叫过我上次？上过，上过。用什么笔名啊？不是笔名，这是自己的名字，谁的笔名？叫这笔写个写那个湖南之歌，就那个湖南卫视，湖南卫视什么创作力上会不？就是那时候，所以一首都没留下来。然后没想到到了这里之后，开始写了，就真的是有感觉了，就真的是有生活的感悟吧，可能是人还是要有经历的。那你出来很多年了吗？七年了。也可能是还有一些思乡啊，各方面的文化的冲突啊、忧愁都在一起。那你们应该是从广州那边过来的，我是珠海，我们一直在珠海工作。珠海不也来了？珠海工作，珠海很漂亮，珠海是珠海。您家在珠海吗？珠海哪个地方？那我们都在我们那边。对，我们也是参加。对呀，我们也是参加。但是算是最近那个阶段，我们还是在做一些事情。但是还是会有少，但是我自己去研究做，我没那个精力，没有那个精力。不能事事求全。对呀，只要我真正就是真正做的，我不找就只要做这一点。就用别人智慧嘛。人家都已经研究多好，然后所以你想每个行业都是专家，哪可能？有些东西你没有天赋，你就真的做不了。我还学一段时间外汇，学一会儿搁电脑旁边看一会儿那个曲线，我都已经心都已经飞走了，太烦了。其实李姐，我觉得认准人，把那个选择对的地方，比啥都强。是。不需要啥。所以我也觉得，就是我要是找房子租不出去了，有什么问题我也着急，不用找别人，我也不用自己去学。每个人是他这方面总结了很多好的经验。对，然后找投资就找唐老师就行了。你跟唐老师认识几年？三个月。我也是，我先看的是唐老师在那个网上微网的博客，然后我就顺着就找到这边这个网站，打个电话，我想肯定是秘书接的吧，结果唐老师自己接的，哎呦，弄得我不会说话了，真的，大概这个情况。那你来看过他的每天的交易情况吗？没有，我没有钱，就是再好，我现在挺穷的，因为我工作才两年，买了房子，然后再。所有东西合起来，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剩下多少钱。那已经简单了，你都来才来几年是吧？我来六年，我来六年了，我零一年了，零一年了。上个学耽误了三年时间，就开始工作了。对，看来工作时间太短了，工作两年。他就直接飞到这来，天门口。现在呢，我们发展飞去，几百万是少的，但是。因为假币还会不会掉下来？假币现在在涨，掉肯定是会波动的了，因为他们讲加元如果高的话，对加拿大出口不是非常有利。但是整个形势现在这个加拿大的经济比美国的好，对啊，所以对啊，昨天是9185，可能是那个9185，走到92。我们呢还是会涨，这个呢怎么说呢，它近期来讲应该是算比较高的地方，因为这个外汇的很大的波动呢是在于这个历史跟那个人们对它的这个共同反应的，就是人气。你说涨不涨呢，现在还很难说，有些人说可能会到1:1。这低是在新闻嘛，圆梦啊，好像一个圆梦节目，是，就是公布三度完了的，其他的没，但是我们公布还没公布。没，那是公布一个。那不能啊，公布是比例。他主要是看你的投资，就是说盈利率，每个月就每个新增能不能保持那么稳定的回报。是的，是的。他这里那天炒的主要是一个事情，就是拉到什么那个98年那个事情。IBA 那个什么那个处，就是肖处分那个什么肖红那个在这里吗？哦，这个八级对不对？对，你看了这个是吧？我看了，我大约搞去了，我最早看了。这姚飞电影的那个，他们当谈了跟那个，我不知道你认识这些人没？这个人啊，对对，过年是搞拿过嘛。他可能来了好久，他说。
买，因为以前人家送了好几箱。哦。这个是一般的高浓度的酒，然后浓度啊，哦不，那你不要开，一点点吧，不，这个酒我喝不了，你不能。